嘎嘎嘎，五个字。这个审判呀，过过过过过，下一题来。好哦，嘎嘎嘎嘎，四个字。开。对，公公公公，开拖拉机。回到正确。下一题来。快呀、啊！嘎嘎嘎，三个字，对，三个字，嘎，刘浩存，有这么简单吗？我们出的题，你和他的不同，你是，我是男的，他是女的，啊、女，女高啊，女高中，女高。女高人，高音，哦，回答正确。好，来刘浩存上，下一题。嘎嘎，两个字。嘎，一般。对，演得好，演得好。嘎，哎，嫌弃，漂亮。来，来。换人，来！哎呦！可以了，可以了，答对了很多，可以，精彩，好，请休息。厉害！有压力喽，但有迪哥在，还不错哈、啊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有请第二队宋威龙、郭成和迪哥。你们家用的是青蛙的声音，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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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迪哥先开始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来比划一个，呱呱，准备开始。哦吼，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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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呱。哭笑不得，是个成语，对的。好难呀。这是一种什么状态？演得非常好了，真的。注意他的情绪变化。喜怒哀乐，非常像，非常像另外一个成语。要不过了吧？过，下一题。好，老陆来，快快。下一题。啊！怎么啊啊啊啊！呱呱呱呱。呱呱呱呱。嘎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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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呱，篮球队员，篮球队了，篮球队的，呱呱呱，篮球裁判，呱呱呱呱，拉拉队，呱呱，是一个职业，对，呱呱呱呱呱，然后篮球解说，回答正确，好，来程程来 ，yes， 几个字，来呱呱呱，呱呱呱。夹啊！你夹子音，回答正确。好，一个上。厉害！下一题。哎呦喂！呱呱呱呱，四个字。呱呱呱。这什么？呱呱呱。京剧。什么演笑？眉飞色舞。没对了。哇哇哇！喜上眉梢，回答正确。好，龙龙来，怎么到我都是那种？几个字？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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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呱。周杰伦，四个字。唱跳歌手，回答正确。来，程程上，好来，几个字？呱呱呱呱，四个。牛啊，呱呱，第四个呱。牛郎织女，回答正确。好厉害啊，迪哥！来，迪哥上，这个是织女啊，几个字？呱呱，呱呱，看书，阅读，阅读，吃，看，回答正确。哦哦哦哦！好，来，龙龙上，哇，加油啊！好，那个呱呱呱，呱呱呱，
那个瓜瓜瓜，你在干嘛？这是这个是，那个屎壳郎，屎壳郎。不不，那个，牛角尖，电螺丝，电钻头，电钻钻，呱呱呱，呱啊，我这个。哎呀，这个太难了吧！穿山甲，这个有点难，这个有点难。好，那么下一个题型的比拼是粤语版的《心有灵犀》，规则呢，所有人都必须要用粤语来描述啊。我们会有两种牌子，蓝色的牌子是形容词，然后黄色的牌子是主人公。头上气球爆破的话，还是一样，答题结束，答对几题积几分。这好难哦。首先要上场的是我们的孟子义和范世奇。哎呦，哇，加油！两位一看粤语都非常的自信啊。谁说？你们决定啊。我说吧，那我对我说吧。你猜，你在这是猜的。啊、我猜吧。都行，因为我不会说粤语。我粤语很好的，相信我。好。但是你结束了之后，你们得换。在气球爆之前来回说，了解了吗？那我先说，对，先撑一会儿时间。你只需要把这个牌子选一个，然后这样立刻，不是，不，一蓝一黄，对，一蓝一黄。这能赢吗？可以的，别换啊！准备计时开始。好，来吧。哇，这个很难说。你知不知在校园的时候你会喜欢上一个男孩，你们之间的关系叫做在一起关系呀、关系我非常中意他呀、爱情。来到要用粤语了啊，我也要说粤语。当然啦，爱情。喂，让你说粤语不是让你唱歌。主打的就是一个什么陪伴。耶、yeah, 第二个梁果基啊，分分钟都无空梦跟他见面。什么？这首歌叫什么？初恋。呀呀呀呀呀！接下来这个地点。这是什么事呀、啊？在没办上什么哎啊你自己看看你说的是什么。我说的再差也比你说的好吧。互相不要攻击，快点。峨眉山啊，对，猴子后面还有一个是除掉啊，对，你知不知道你在想谁？哎呀，别吵了，你看呐、啊。